这只是 Tobot 什么？ Tobot W。 Tobot W， 那你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好。来，拿在上面看，拿在上面，放在上面给大家看。我已经拿出来了。好，那你把 Tobot W 拿出来。拿出来了。来，放在这边煮给大家看，会不会煮？来，你煮看看。像它脚要到上面去，它的脚有点是坏掉。你要不要看着书，煮看看？我看一下是要煮哪里，我不会煮。要爸爸先煮给你看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来，来，爸爸帮你煮一下 W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W 怎么煮呢 ？W。它的脚有点。它的翅膀有点大，我们先把它的翅膀合并起来看看。对，哦，这样子是一台车。好，那爸爸知道了，我们要先把它的脚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这样子收起来。对，那这样收起来。我看一下地图，你要看地图吗？然后把脚，然后转一圈，把脚收起来。好，收起来，然后。这边也把它收起来，然后绕一圈，然后绕一圈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先把这个打开一下，来，稍微掉下来没关系，把它装回去。它脚有点硬嘛。它脚有点会掉，这个掉。然后把它的脚往前垂直，垂直，然后往下压，然后后面这边把它收起来，这边把它收起来。我觉得我那台开跟别人的开不一样。然后再把它的手从旁边收起来。我觉得我的开跟别人的开不一样。是哈。对。他那一台 Turbo 开软座，他那一台 Turbo 开有一点点，你快读好吗？对啊。等一下就变成这只了。好，等一下。